皮肤与毛发是写实人物制作的两大难点。在皮肤方面，新版阿诺德5提供的材质不仅上乘，而且操作简单，容易上手。毛发方面，用 Xgen 制作复杂的鱼骨辫和羽毛也是本套教程的一大亮点。教程中会教授自制无光皮肤贴图的技巧，不仅可以做到随用随取，还可以大大减少纹理绘图的工作量。主攻皮肤与毛发两大难点，满足布料与羽毛两大需求，十款软件与插件高效配合，附送快捷自制皮肤贴图妙招，敬请关注易虎网独家课程。